我是 Lab， 今天是107年7月28号，左营站，16点49分，首拍的是有列车进站，应该是3181次经由平行线号找到的确认，不知道是什么车子，我这应该是3181次经由屏东线号找到的确认，因为号自来了。3181次进入屏东线，看往潮州的全程，再等它的进站。然后3188次，本车用了89分钟。改革看的相片完整，都点不到，去看看吧。就这样吧。然后前方就是九营座旧城镇，左营旧城镇。哎，一带回小天镇，3181次进入平行线号，走到的一带回小天镇，准备驶进主站。有相片可把灯都到电到一起刚海面，就这样好吧。3181次进入平行线号，走到的一带回小天镇，准备驶进左营站谢哥。有相片可把灯都到电到一起刚海面。好自然，好自然。一带为信号区域监测，因为800型，3181次进入平行线号操作的区域监测。哎，各位。哎，微笑号了，微笑选择了。因为列车进站的时候比较慢，所以影片会比较长一点。哎呀，微笑号选择。因为855加上856，一带微笑选择。855加上1856，一道小圈车驶进左营站。谢谢观看，那相片和网站你都点不到，去观看见，真的好多吧？怎么停到那么后面？真的好吧？